有位物理学教授曾经同我分享过一个惊人的画面，那个是大学一年级的第一堂，教授打算做个轻轻松松的开场白，亦都顺便作个小统计，于是就问学生了，边个睇过彩虹啊？下面零零星星举起了几只手。教授又再问了，边个睇过北极光啊？唰一声，台下边八成的学生都举了手。嗱，对于呢个结果，教授极度震惊。今日的孩子原来睇过北极光多过见彩虹，那种在识见上的富足实在太得人惊了。这几天当看到媒体报道，培正中小学今年暑假将会搞18万的北极游学团，我不其然想起这位物理学教授朋友的彩虹故事。近日一纸家长通告轰动了学界，事缘香港培正小学向家长发通告邀请参加考察团，大家一看吓一跳，因为游学团的目的地是北极，正確来讲是位处挪威北极范围的斯瓦尔巴群岛，每个学生就要有家长陪同一起去的，家长团费每人15万，学生的团费就每人12万，即是说一个学生加一个家长本来是要给27万的，但由于培正有很多有心有钱的校友捐献，所以每个学生可以得到9万元的津贴，于是一大一小的北极游学团团费总共就是18万。18万去游学还是小学生，大家的着眼点当然放在价钱上面。有媒体以天价考察团来形容，有旅游达人就说其实去北极12日真的要这个价的。亦都有网民留言说，学校其实是不是想考察家长的财政能力呢？18万对于一般家长来说当然是大数目啦，但我聚焦的问题反而不是18万，而是为什么小学生要去北极游学呢？今日香港的孩子最大问题是对自己的出生地香港，对自己的国籍中国是零认识，但对外面的世界呢就如数家珍。不少的孩子年纪小小就上过瑞士阿尔卑斯山，去过芬兰探圣诞老人，看过非洲动物大迁徙，到过塔斯曼尼亚那里吃生蚝。但我们国家最北的漠河，海拔最高的西藏，草原最辽阔的内蒙，延绵戈壁的甘肃，孩子不要说去过，或者连位置在哪都讲不清。我认识一个5岁的女孩子，来到这个地球先不过短短5年，就已经去过15次日本了。试想下，日本这两个字对她来讲还有什么吸引力呢？又去，相信就是这个5岁孩子听到日本两个字的正常反应了。但这个正不正常呢？当然不正常了。太累、太饱、太聪明，其实都会影响学习动机。当我们看到下一代对世界、对世情越来越没有感觉，身为父母、教师、校长的你，或者应该检视一下，我们在教育和教养孩子的过程之中，是不是给予太多、追逐太多呢？因为这样会剥夺了孩子长大之后慢慢发现世界的喜悦。苹果创办人乔布斯有4个字的名句， Stay hungry, stay foolish， 太饱就没了渴求的动力，太聪明就会失去谦卑。饥饿和愚蠢原来是我们这一代孩子最缺的特质。当你连北极都去过，还会有兴趣去北京吗？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请你按 like 和 share 给身边的朋友。想收到我们最新的影片，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和按个铃铃啊！多谢大家。